各位师兄大德，我是小赖，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。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情侣，一起真实的缘定三生，惊心动魄。从因果角度来说，眷属聚会无非恩仇报复，不管是眷属还是子女，无非就是报恩报怨，还债讨债的关系，终究是逃不出这四种关系的转换。小雨和老严是我在北京最初认识的朋友，有一次我们三个一起玩的时候，老严说起了与居士沟通中看到的前世经历。他俩相遇的第一世，老严是个道士，小雨是个修炼的白狐。有一次出去猎食的时候，小雨不小心踩到了猎人的夹子，把腿给夹伤了。正在无助的时候，有个道士路过，掰开夹子并撕下了自己道袍上的一块布给狐狸包扎好。狐狸走的时候回头深情地望了一眼老严，并在心里许下愿望，来世跟老严做夫妻，以报救命之恩。第二是这一世老严投生到一个村里，当了一个普通的村民，叫小蔡，为了方便记忆后面就都称呼老严。高高壮壮，身材魁梧。而狐仙也转世到人间，到了一户普通人家，名字叫小翠，就像大部分狐仙一样，长得非常妖艳，让很多年轻后生心生惦记。不过由于前世狐仙的愿力，自然而然是嫁给了老严。婚后虽然日子并不富裕，但是夫妻两个很恩爱，而且小翠也很快有了身孕。不过女人长得太漂亮了，总会有人惦记，这不小翠被一群土匪给惦记上了。有一次趁老严出去干活的时候，一群土匪闯进了他们家里，一群人把小翠按住，土匪头子糟蹋了小翠，不顾小翠的苦苦哀求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老严由于心里有不好的预感，感觉家里有事，临时又折回了自己家。刚好看到妻子被强暴的一幕，老严火气冲天，拿起锄头就要砍土匪头子。他一介农民哪能打得过一群土匪，被几个土匪揍了一顿，土匪很快就逃之夭夭。小翠清醒过来后，立刻叫上村民一起去抓捕那些土匪。当时村民非常团结，一家有难，八方支援。土匪很聪明，躲进草垛藏了起来，大气都不敢出，村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。老严非常懊恼，恨自己无能，没有保护好妻子。回到家中，气愤地砸了锅碗瓢盆，妻子的贞洁已毁。作为一个男人，他觉得非常没有尊严和面子，在乡亲面前抬不起头，这顶绿帽子实在太大了。痛定思痛后，老严决定带着一家人上路。他到外面买了毒药，并将毒药放进饭菜里。小翠吃了有毒的饭菜后，很快毒性发作，七窍流血而亡。老严也中毒了，死前对妻子说，对不起，我没有保护好你，来世我们继续做夫妻。到了今世，老严投生到了北京郊区，皮肤黑黑的，个头不高。小翠则投生到了北京市区，但依然记得前世。她长得很白，很美艳，身高1.7米，身材苗条。最让人想不到的是，上一世强奸小翠的土匪头子，这一世变成了她的妈妈。小翠的父母早早就离了婚，她随着母亲生活，但小翠似乎是来讨债的，在家里总是对住她母亲大吼大叫，很是叛逆。而她母亲与一般家长的做法不同，对住小翠几乎是百依百顺，不敢言语。也许是往事缘分的牵引，小翠和老严相遇了，相恋了。但小翠的母亲死活不同意，觉得老严毕竟是郊区的人，而且比小翠大十几岁，前世就是情敌，今生又怎会看彼此顺眼呢？我在北京的时候，小翠和老严的状况是，老严在付出，没有小翠他活不下去，因为前世他毒死了小翠和他们的孩子，这一世是来还债的。而小翠呢，就是负责花老严做牛做马赚的钱，虽然不多，也就几千块，但是两人就是离不开。以小翠的美貌，随便找个同龄人也比严老大好。但缘分的事情就是这么奇怪，当时小翠的妈妈死活反对他们两个在一起，但也拗不过小翠。后来结婚后，家里也是鸡飞狗跳的，好在是老严后来修行了，懂了因果的道理，经过居士的沟通劝化，才有所改观吧。
所以说，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总是会有原因的，只是凡人看不到因果循环而已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，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是小赖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